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系的应该是第三条跟第四条。我先说一下我国，就自我上台以后，我会那个使用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在我国境内是一夫一妻一个孩子的居住，但是在那个境外还可以一夫多妻分子制。然后为什么？因为根据那个国语热怎么了？像美国这种民主国家，他就是说，你有多少人投票，就是投票最多就是总统。所以咱中国人到美国一下光光下十几个孩子，等到十几年之后，咱中国人口在美国干到了50%，咱就投票早晚都是华人总统，中国人不团结干到80%。所以说咱的目标就是一对夫妻可以创造一个民族。所以咱以后，现在中国人也有钱了，所以咱可以坐飞机到。因为在美国，只要是那个在美国生下孩子的美国公民，所以咱可以。不要温哥华51%都他妈中国人。这样的话，全是美国公民。这样的话，美国都是咱中国人，咱那意思从美国再向外延伸，进而占领全世界。全宇宙还都占了，外星人也就滚蛋了，咱就可以好好住房了，因为全宇宙。摆个 pose 最好，摆个 pose。宋苗子拿你手让开，对。近亲住房问题是吧？如果这个人，这位记者再对我的一点一滴，将封杀你声音吗？